下一个量体是男子古典形体180公分以上。96号郭祖光，97号谢青龙，103号庄凯杰，104号于中。正面预备姿势。4/1向右转。4/1转，背对裁判。那个96号的动作不对，帮忙一下。好，4/1向右转。4/1转面向裁判。请裁判将选手的位置拉开一点。正面双手二头肌。侧面胸大肌，背面双手二头肌。侧面三头肌，真空缩步。腹肌与腿肌，选手自选经典动作。好 ，relax， 请选手退一步，在红线上。好，向右转。真空缩步，
真空修复。Relax， 请大队官将选手由左而右兑换。真空修复。好 ，relax， 向右转。好，真空收腹。好 ，relax。好，请大家要辛苦，但是后方我们一分钟自选动作，96号郭祖光。97号谢金龙，103。104号于中玉，大队官将选手带至舞台后方休息。
下一个量级，我们是颁发男子古典新品180公分以上，96号郭楚光，97号谢青龙，103号庄凯杰，104号李宗宇。请我们的特别来宾，新时代力量八德区市议员参选人绿城。还有一个是 Cira 中信健身服饰代表。好，我们公布成绩，第四名96号郭祖光，第三名104号于宗玉，第二名是97号谢青龙，恭喜第一名103号庄凯杰。好，谢谢，请一二三名选手留下来合影。这边是双手二头肌。好，谢谢。